星星的约定，9月7日最新一期的飞行嘉宾唐诗逸、许茹芸、王子璇和徐梦桃终于碰面了，虽然浪姐三刚结束没有很久。但是他们似乎找不到其他的嘉宾了呢。这一次据透露，姐姐们在园区内玩的是剧本杀哦，还要自己做头饰。吴谨言戴上了精灵耳，你们觉得这些姐姐们当中谁会是玩的最好的那一个呢？是不是只能靠飞行嘉宾们了？哈哈，毕竟另外几个姐姐直播不会充值加不会连线的炒面组合，聚在一起才能凑齐一个大脑呀，哈哈。不同的存在都代表不同的阵营，慢是慢的，请各位别把自己放在身上。好，你就赶紧走吧就行，刚才继续走，再紧一个空力船正常啊，不要太矮了。有网友透露，录制场地漫听御花园的确有他们独有的剧本杀脚本，叫做春欢千年婚约，是全国首家以傣族王室文化为基础的室外沉浸式实景剧本游。如果姐姐们玩的真的是这个剧本杀，那可以期待一下究竟是哪两位要来一场千年婚约了哦。刚刚姐姐们泼完水后要收工了，堂堂现场举报阿萨太卖力，把盆都泼出去了，哈哈。星星的约定暂定9月16晚上7:30开播，每一集时长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样子。来看看节目组新的宣传图片吧，大家都能猜得出都是哪位姐姐的身影吧。听说王心凌生日那晚的录制，节目组还准备了烟火，嘉宾一起吃火锅为心凌唱生日歌，还有某个姐姐特别做的生日蛋糕，迫不及待等待正片了，跪求节目组都不要剪掉 VIP 加时长都播出来吧。好了，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欢迎留言关注加点赞，了解更多节目资讯，我们下次再见。